10:09在二水站拍摄，是14932信号操作的普悠玛自强，准备通过。今日的女主角也是今天女主角，准备通过。二水站喽。哎。有的14932信号操作的 TNU2019 将 TNU2020 普悠玛自强已经通过二水站了。今天的女主角也是今天的女主角，已经快速通过二水站。我的11次经由山线看往潮州的 TNU2019 将 TNU2020 普悠玛自强已经通过二水站了。尽量不败。